就是用真心和诚意，我在这里要再一次感谢二姐愿意付出开场。台北市今年迎来大巨蛋第一场非体育赛事的大型活动，就是国庆晚会，别具意义。而晚会上，我们心目中无可取代的天后二姐将为大巨蛋开场，可以说是喜上加喜，不只是国家的大事，也是台北市的光荣。接下来我们会努力将国庆晚会办好，也让所有的歌迷朋友享受到期待已久的歌声跟回忆。市长要不要先点歌一下，唱一下，看将会要唱什么？我已经唱过好多次了，今天还要再唱吗？感情的世界愈播愈深，希望你对我听会入心。你爱的敢是东门町、西门町那款现代女性？好，希望二姐唱这首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我们谢谢。